红色、黄色、白色，色彩缤纷的花卉令人赏心悦目。2015南投花卉嘉年华在南投县会展中心揭幕，室内展区规划成10大主题，展出在地花艺，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观。觉得看起来心情就很好，展场的布置非常的精致跟特别。 南投县长林明珍开幕首日也亲自到场，大力推荐，直呼今年展区是历年来最成功的一次。花开前南投啊，幸福在心头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今年的花卉的一个标语哦。啊，今年呢，我们就集中啊，在我们会展中心啊，整个布置啊，可以说历年来花卉哈展览里面呢。 最成功的一次哈，室内展出南投在地花艺，户外则进驻农产美食摊位，并安排艺人以及在地艺文团体演出。后续还有一系列活动，更串联各乡镇市。借这个机会啊。 到南投县来观赏我们每一个乡镇头所生产的不同的花卉哦，啊，你就可以到当地啊去采购。南投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全南投热闹展开，成功行销在地花卉外，也进一步带动观光效益。记者南投综合报道。